今天我们来学习纳兰性德的诗词。所谓容若慈，一种凄婉处，令人不忍卒睹。他的作品呢，主要是对逝去爱情的扼腕和追思。不行，豆芽，吓死我了！你有没有搞错？你新主子第一天到，你也敢迟到？请大家翻到第35页，习读课文第5段需要背诵的部分。大家好，我姓刘，从今天开始呢，我将是你们的语文课老师，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可以互相指正，共同进步。你就是我的课代表吧？谢谢你带早读。就第6个了，就不怕腿劈折了吗？想当时你也把他劈了。苏晨，这么早？哎，正好房间有事情呢。怎么，有问题吗？没有，这是隔夜茶，维生素大量流失，对身体不好。看来生物也学得不错嘛。可是我怎么听说像你这样的学霸总是有一门功课不行啊？对了，昨天我和英语老师聊天提到你来着。肯定没什么好话。不喜欢英语？也没有，就是反正英语老他永远也不可能喜欢我这种类型，再怎么努力也没有用。看开点，老师嘛，总是有自己喜欢和不喜欢的学生，不要太放在心上就行。要不这样吧，我和你做个约定，只要你下次英语月考成绩有所提高的话，那我就答应你一个要求。真的吗？任何要求都可以吗？那说定了。
of the most famous things in the world. 哎，你说刘老师有男朋友了吗？有啊，还挺久的了，应该都快结婚了吧。舒山，刘老师叫你去了，是找他。那我先走了。放学还在看英语，看来是要背水一战了。你怎么知道？我还知道今天你的八卦小伙伴不在。老师，您上次说过，每一个老师都有自己喜欢的学生。对啊，老师也是平常人嘛，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的。那你有喜欢的学生吗？有啊，就是你喽。你和别的女生不太一样，操场上跑起来风风火火的，看书的时候呢又安安静静的。也不全是。脸都红了。好了，不逗你了。其实我也是偶尔看见，如果你要是害羞的话，那我就不看了。老师，我不是这个意思。喂，哦，好，我一会儿出来。嗯，哦，我要走了。我也要走。那我先走了啊。你在这里干嘛？我有话想和你说。小洛，你的手机落我车上了。这位。他是我学生。哦，同学这么晚了，找刘老师有什么急事吗？我就是想问问刘老师，他和我之前的约定，还算不算数了？刘老师。是不是我的英语成绩提高了，你就会答应我任何一个要求？好，我放心了。那老师再见。同学，这么晚了不安全，我送你回去吧。谢谢，不用了。吹一晚上冷风，就会跟你说一句话。现在学生可真是有个性。
说说吧，费了这么大的心思提高英语成绩，有什么要求啊？当时的约定可没有设定期限，等以后再说吧。老师，我听说了一个算是您的秘密吧。就要结婚了。对不起，我不该问的，我也只是道听途说，没有别的意思。那个太辣了。又是跺脚那个大八卦吧。你这个朋友还挺神通广大的嘛，不仅知道我家地址，就连结婚这种事情我不知道他居然知道。所以老师你什么？老师，那作为赔礼道歉，我和你交换一个我的秘密吧。哦，我有兴趣知道啊。我喜欢女生。我喜欢你。其实如果你不能接受我也理解，毕竟不是，其实爱情都是美好的，只是我觉得这条路会不好走。可是你无法控制爱上一个人，不是吗？你先回去吧，晚上不安全，我送你吧。不用了。好了，今天课上到这里，课后呢，我希望每一位同学可以写一句你们所知道并且能打动你们的情诗给我。好了，下课吧。老师，是我。苏晨，这么晚你在这里干嘛？天气预报说晚上有雨，我怕你没带伞。老师，我们去看电影吧。老师，你觉得这部电影怎么样？老师，我觉得有一首诗写得特别好。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一个人，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不
不管你们相爱的时间有多长或多短，若你们能始终温柔的相待，那么所有的时刻都将是一种无暇的美丽。剧情诗最打动你？彼时曾相与，不问天有涯。为什么觉得席慕容的这首诗写得好？因为，算了，这是个秘密。我到家了，那你早点回去吧，路上注意安全。老师，我喜欢你。山有木兮木有枝，星月君兮君不知，从此无心暗凉夜，任他明月下西楼。这什么意思啊？你跟刘老师这玩的也太高端了吧。就没戏一戏。同学们好，我姓张，今天由我代替刘老师来上课，请把书翻到54页，我们来学习屈原的离骚。之前都没有见到你，我以为还好你生病了。还好？不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你的病好些了没有？苏晨，你应该明白，我们之间。不要推开我，就当是你兑现你对我的约定。为什么要在老师面前承认我们的事？现在全校都知道了，你叫我怎么？